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为什么人那么容易被病菌感染。我们的环境中总是被许多病菌、病毒、霉菌、寄生虫、污染、毒素围绕着，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。所谓病菌无所不在，当这些病菌、病毒侵入我们的身体时，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免疫球蛋白来对抗病菌。可是，当我们的身体没有足够的免疫力，也就是说没有合成抗体，那么我们的抵抗力就会下降，因而开始生病。要拥有强大的免疫力来保护自己，医生推荐我们多饮用牛初乳粉，它是大自然的第一道恩典。那么什么是初乳呢？初乳是雌性哺乳动物在分娩24至36小时内母体所分泌的乳汁。它含有丰富的免疫因子、生长因子和其他有益健康的营养物质。初乳中的营养含有超过90种天然生物活性物质。丰富的免疫因子里能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。免疫球蛋白 （immunoglobulin IG）、IgG、IgA、IgM、IgE、IgD 也称为抗体。是初乳中最重要的成分，它能直接包围和攻击形成感染的病菌、细菌等。那么，我们的牛初乳原料来自哪里呢？IGCO 牛初乳采集自纽西兰，也是地球上最干净的地方之一。天然健康的草饲牛生活在户外，常年以绿色牧场为食，它们生产世界上最有营养和有益的初乳，绝对没有使用激素、抗生素、化学药品或转基因生物。每天一杯 IGCO 牛初乳，身体就好像穿上一层的保护衣，一家大小都适合饮用。医生强调，个人的免疫系统才是最强的防护。IGCO 牛初乳多年来获得许多重量级的奖项，备受市场信任和肯定。为什么牛初乳可以控制病毒感染？这份资料是来自西班牙科学家在2021年3月所发表的科学论文。MCO 期间，我们也正在诚招合作伙伴，赶快点击 Send Message 来了解详情吧。